不过那个颜色部分，各位可以自己再填一下哈。也就第一阶段，我是把它做成公式部分，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？所列所栏，所以列的部分就是一列锁起来 ，A 栏的地方锁起来，这样很快就做出来，对。再来就99乘法表，99乘法表就是按确定清除，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哈，确定清除这个部分 ，OK。再来的话就是说。如果我今天这个99乘法表公式里面，上面有1到 9， 这边有1到 9， 对，那这个1到9、是我们加上去，那假如说、这边还有一个可能顺便讲一下，就是说也蛮常用到的，如果把这个改成这样子，上面没有1到 9， 上面没有1到 9， 就是说列的话就是第一列到第九列，栏的话就是第一一栏到第九栏，那我们这边可以用两个函数，也可以自动帮我产生。这两个函数呢，你会发现这上面不是自己打上去，是用两个函数，一个函数叫做 column 指的就栏，这个，一个是 row， 一个 column 一个 row， 这两个也可以帮我们怎么样呢？去抓到你现在栏跟列的相关讯息。那这两个函数的好处就是说，将来可以不用去锁定，不用管锁定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 column 抓到就是你现在在第几栏， row 的话就是抓到你现在在第几列了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怎么样，现在的位置已经在这个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基本上这边好，那在这边再怎么样，再复制一个好了。所以你们按右键把它复制一个在这个后面建立一个副本好了，那这个假设这个地方，我们如果把这个再清掉，我希望产生的就是直接的在这里好了，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？先栏再列，对，所以这个地方等于什么呢？先插入一个函数，函数部分的话呢，我找全部里面好了 ，co 打一个 column 这个，那 column 这个函数呢，就是去。